航空飞镖比赛，中国和俄罗斯飞行员将在体能、飞行技能和武器使用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面对前几届比赛的冠军，驾驶国产战机的中国飞行员将有怎样的出色表现？军事纪实本期播出，巅峰之战，中国军队鏖战航空飞镖纪实第四集。连续多日，吉林四平某空军机场战机轰鸣。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航空飞镖2017歼击机组的比赛，武博是歼十战机的飞行员。我们歼十 B 飞机是目前列装的比较先进的国产战斗机，肯定会受到外军的重点关注，所以呢，我们根据今年的航空飞镖任务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参加航空飞镖2017歼击机组的比赛，中国队和俄罗斯队分为两个小组，共有四个型号的战机。其中歼十战机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单座单发超音速轻型战斗机。歼十战机不但拥有良好的机动性，并且具备很强的超视距攻击能力、近战格斗能力以及对地攻击能力。歼击机组比赛，每个型号的战机都是由长机、僚机和备份三架飞机组成。武博是歼十战机的长机，蔡宗军担任僚机，备份飞行员是侯伟涛。在航空飞镖2017第一阶段的体能比赛中，武博他们三名飞行员领先俄罗斯飞行员。接下来他们将要迎来第二阶段比赛，目视侦察和编队特技飞行。飞特技有什么评判标准吗？有，它是一个是你掌机整个的动作的数据分，你比如说你做一个盘旋，你高度速度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得相应的分数。然后僚机呢，根据你编队的大小，你比如说按机身编，5到7个机身那样是满分，你比如大于7个机身了，可能就是分数要少一些，或者近一些了的话，也分数要相应的减少。整个呀，要求斩僚机这个配合要求比较高一点。这动作过程中，飞机状态变化比较快，不管是水平动作还是垂直动作，整个因为我们这一套动作是一共是8个动作，整个时间是4分30秒，就是说动作的衔接要求要特别紧凑。歼击机组比赛和歼十战机分在一组的是俄罗斯的苏-35战机，和歼十一样，苏-35战机也是单座机。大多数的单位呢都是双座机，两个人驾驶。比如飞目视侦察的时候呢，可以一个人驾驶，一个人来寻找目标；飞编队的时候呢，可以两个人相互来提醒，打实弹的时候呢，可以有专门的人负责瞄准和发射。我们在空中呢，只能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飞机的性能，靠我们人机结合的这种熟练程度。在来中国参赛之前，俄罗斯飞行员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和针对性训练。武博和僚机飞行员蔡松军也要用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更加默契的配合赢得比赛。备战航空飞镖，一次次飞行，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主要是距离，对，反正以两架飞机一个推力差比较小，僚机要交叉到掌机的右侧，始终保持右梯队过来之后，然后是接斜襟道，接襟道，接上升转弯，然后紧接着上升转弯的后半段要接俯角45度的俯冲，然后通过我们的起始点。就是说这个如果天气热一些，发动机推力就会小，同时增速的时间就会长。19开始动作，打造对象。今天天气热，推力小，多加点，加满了，进行调整。好的。在数百米的空中，风向的变化难以捉摸，武博和蔡松军要根据风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完成动作的速度。多开会儿加低增速，准备做筋斗。逆风大，速度要够啊。速度够了，开始筋斗。200。进行编队特技飞行，每做一个大幅度的动作都会给飞行员的身体带来压力，这被称为过载。动作越大，过载就越大。现在武博和蔡松军要承受5倍的过载，相当于他们的体重在瞬间增加了5倍。拉5个载荷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吗？觉得难受吗？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是实际上是主要是脖子还是比较压的慌，因为我们是头盔啥的还是比较重的，相当于5个头在这压的，确实比较累。就抬头什么会比较费劲是吗？对对对，因为我是掌机嘛，但要一边做动作还有一边观察僚机的队形，所以说这个头要来回动，颈椎承受的力量要比较大一些。和平时的训练不同，真正的比赛将更加严酷和激烈。很快，航空飞镖2017歼击机组的第二阶段比赛就将正式开始了。战机升空，歼十战机和苏-35战机展开了侦察和特技编队飞行的竞赛。空中比赛的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中国的歼十能否出色发挥？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巅峰之战，中国军队鏖战航空飞镖纪实第4集。这是航空飞镖歼击机组的第二阶段比赛，这个架次参赛的飞行员将先后完成目视侦察、编队特技飞行。俄罗斯的苏-35战机率先起飞，武博和蔡松军分别驾驶歼十战机，也滑上了跑道。跟平时训练一样啊，调整好，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接
坚持请示起飞。起飞。按照比赛要求，目视侦察科目，飞行员要在200至800米的高度区间，寻找35平方公里内的三个目标。三个目标中，至少会有一个黑色目标。这个科目规定的时间是8分钟，目标的位置呢是随机设置的，我们都不知道。黑色的目标呢，经常会放置在树丛的阴影里边，树木把它遮挡住。飞行员更不利于寻找，很不容易被发现的。每漏掉一个目标呢，我们都会被扣掉相应的分数。进入侦察区域后，武博感觉不对劲。我只发现一个白飞，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它这个高度，我下降看一看啊，抓紧时间。吴博把飞行高度下降至200米，这是规则允许的最低高度。在这个高度呢，虽然可以看得非常仔细，但是搜索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呢，我和蔡中军在实行目视侦察时，会把高度分开，同时来寻找。在低空目视侦察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个组会不会同时遇到两个黑颜色的目标。其他目标往阴影里扫，有可能剩下的都是两个黑色的。200。吴博把侦察的重点都放在阴影处。发现右下有一个，我飞过了，你来标记。好的，看见了。200。在一个有遮挡的地方，吴博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目标。僚机飞行员蔡松军在高空中也在为武博提供着信息。东北方向那片树林里好像有东西，过去查证一下，这一个对。好的，明白。按照蔡松军的指引，武博看到了目标，它竟然也是黑色的。虽然目标是随机设置的，但是通常呢，每组都会有一个黑颜色的目标。我们居然遇到了两个，好在我们都找到了。我觉得我和蔡中军把高度分开的这种办法非常的好，侦查的范围和精细的程度都兼顾到了。仅仅用了4分多钟，武博和蔡中军就找齐了三个目标，比规定的时间短了一半。他们随即飞向了编队特技的比赛区域。按照规则，双机要在4分30秒之内完成8个特技动作。18进入特技区，请示开始动作。最高度可以开始。多少箱子？开始动了。200。进入特技，我们第一个是盘旋，第二个是加力盘旋。也就是说，是在大速度加速转弯的情况下，过载很大。我们两个人在承受过载的同时呢，僚机还要非常好的保持好队形的精准程度，这样做是非常难的。进入加力盘旋，吴博他们在身体承受5倍体重过载的情况下，精确操控战机。比赛要求双机必须保持在5到7个机身的间距是满分，超出这个范围将要扣分。为了严格保持双机间距，武博一面要控制自己的速度和盘旋角度，还要随时观察僚机的位置。好，保持住啊！蔡中军的距离一直保持得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怕自己出现任何的失误，
我是掌机，我动作做错了，动作数据飞不准，僚机编队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驾驶战机，武博和蔡宗军位置始终保持在5到7个机身之间，双机不断的上升、盘旋、筋斗，很快，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俯冲动作。俯冲，时间够啊，控制好碰撞俯角。好的，站好队啊，下面不错，很好。武博和蔡宗军稳稳地操纵着战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编队特技动作。幺八结束动作。好的，时间4分15秒。坚持，小心退出。可以退出。战机顺利着陆，武博和蔡宗军完成了第二个科目的比赛。很顺利吗 ？Very good. 因为这已经是我最好的状态了，我们的装备好，现在天气好，一切都很好。那飞的时候挺紧张的，生怕自己的失误影响这个团队的成绩。你也会紧张啊？都会紧张，但是整个飞下来之后，感觉还是发挥出了平时训练的水平。离这房子挺近，这个有条路吗？公路这块，对对，离公路比较近，这个。现在武博和蔡宗军要立即把飞行数据和侦察到的目标位置送到裁判室，最终的结果是否和他们预想的成绩一样呢？我是负责后期的，和俄方人员一起进行飞餐的一个判分，一个判读的。俄方裁判就是要求还是比较细致的，他是通过一些飞餐一帧一秒的去判读，所以你的一些偏差在别人眼里就会放大的很大很大。比赛的裁判工作十分仔细，通过谨慎的研判，武博和蔡宗军在目视侦察和编队特技飞行的项目中最终得到了满分，这个成绩超越了俄罗斯的苏三五战机。第二阶段的目视侦察，他们少发现了一个目标，然后特技动作他们扣了有10多分。随着一枚枚火箭弹被装上飞机，实弹对地攻击的比赛项目即将开始，这也是歼击机组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最后一个科目就是我们实弹攻击，要求每架飞机用4枚火箭弹，利用俯冲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对地面目标进行摧毁。我们的目标呢是一架飞机。地面上的飞机靶都是按照1:1的尺寸设置的，但是从空中看去仍然很小。飞行员去创造这个高度啊、速度啊、俯冲角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首先要创造好。然后呢，就是在俯冲的过程中，因为它这个射程有要求，所以说开火的时机很短，就只有就是非常短的一瞬间。
高的，可以。好，稳住了啊，注意高度和速度。明白。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嘛，大家就是还是正常的想把这个比赛尽量的去完成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整个从飞行员心态上就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特别紧张，也没有特别放松。发现目标，幺九稳住，瞄好了就打。明白。蔡总军瞄准目标开始俯冲，目标逐渐进入射程，看准时机，四枚火箭弹瞬间发射。通过我观察蔡总军打的火箭弹的轨迹，打得还是非常准的。我认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一定能和他打得差不多。随后掌机飞行员武博也顺利完成了实弹射击。打得怎么样啊？我现在也不清楚，回去还得看。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正常发挥吧。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航空飞镖2017歼击机组的飞行员武博、蔡总军和侯伟涛，最终在四个型号八架参赛战机中取得了总成绩第二名的战绩。特别遗憾的是，在第三阶段对地攻击的比赛中，他们没能得到满分，而俄罗斯苏-35战机发挥出色，并最终实现反超，夺得了总成绩的第一名。通过中俄双方优秀飞行员的同台竞技，我们收获很多。通过这次比赛，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增长了信心。我们的战斗机，我们的飞行员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经历拼搏，接受挑战，武博他们将继续向更高的目标勇敢飞行。这是玉体指挥士官集训，所有人都面临着高强度的训练和残酷的淘汰。在入队摸底考核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三班的战士为了提高成绩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每名战士都要轮流当一次班长，在当四班班长的一周时间里，他又有什么样的表现？据实记实近期播出，士官选拔集训队议事